的，今年的温度是35度，我们这里每年最热的时候差不多就这个时候，7月份和8月份。然后呢，最近这个视频更新的比较缓慢，非常非常的缓慢，然后就有人问我怎么回事呀。最近呢有一点点个人的小事情，所以呢耽误了一下。然后呢今天中午，对吧，35度的大热天，比较适合吃一点凉拌的东西，所以今天中午来做凉面，买了一点挂面，黄瓜、胡萝卜还有葱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来了。先来把配菜弄出来。今天这个凉拌面和以往的凉拌面稍微有点不一样。今天这个凉拌面是在网上看到一个新方法，据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把大家要用的东西全部洗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盆洗干净，倒一点开水让它凉着。好了，现在来把配菜和佐料弄出来，插一点黄瓜汁。来一点花椒面、辣椒面、芝麻，烧一点热油，哇塞好香。来一点点醋、生抽酱油，一点点老抽酱油，少来一点点盐、白糖。这个料看着又好看，闻着又特别的香，待会儿用这个来拌面一定特别的好吃。好了，现在这个佐料已经弄好了，现在开始来煮面。面煮到7-8成熟的时候就捞起来，捞进刚才准备好的凉白开里面。好了，面放进凉白开里面，让它冷一下，冷一下，待会儿把它捞出来，然后拌着就可以开吃了。你看我的汗水，哇，煮个面，今天忘了在厨房里面放一个风扇，汗流浃背，非汗如泪。好了，冷了有半分钟，差不多了。现在碗的下面放一点萝卜丝和黄瓜丝。香菜，
这还全是萝卜丝、黄瓜丝。还是有点辣了、